怎么办？这狗顺着这个面具能找到吗？没问题，走。不好了，王大发的狗追上来了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帮这孙子，你们走，有我呢。大刘，小心点。没时间了。说你养的狗很厉害吗？怎么也变成猪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平时不这样的。文文，嘿，你们这些狗娘养的，我让你们去找人，我让你们去找人呢。娘的，没一个可靠的。生前的一举一动在本王这都记录在案。我问你，前些日子你为了私吞七家盐行
我同警察署署长陈宇将戚大鹏陷害入狱，并惨遭你们毒手，有没有此事？不是，这真没有的事儿啊！那是戚大鹏怎么死的，我哪知道啊？那是警察署，我虽然是副市长，但是我不管警察这一块儿啊！我在本王面前还敢撒谎？来人呐！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人！这打死都不能承认呐，要不然到时候脚下有过省刀山了。都说不见阎王不落泪，你居然见了本王还不老实，今天我就让你明明白白。来人呐，带戚大鹏！是。这个戚大鹏死得不明不白，冤气太重，所以只能做孤魂野鬼，不得轮回，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林大福，我主要是受陈宇的怂恿，我有罪，大人，我有罪。好，那你签字画押。那你就在这里画押。这画什么押？画押，画。好，我问你，林大福，去年报社记者揭露你受贿的事实，你雇佣杀手将其杀害，可否属实？属实，我画。好。我再问你，济南大旱，你贪污了上面发下来的百姓的赈灾款，害得百姓民不聊生，可否属实？属实，我画。我画。这些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。我知道我作恶多端，我贪财，但是看在我坦白这么多的基础上，放过我吧，大人，行不行？放过你？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别，我要将你打入16层地狱。18层？本来是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，不过念在你坦白的份上，就暂且将你打入16层好了。不是，我都招了这么多了，怎么还打入16层啊，大人？林大福，如果你肯继续坦白的话，本王会网开一面，把你打入13层。说，还有什么隐瞒本王的？不是，大人，天地良心，我真的全部坦白了。大人，你看这一地的纸，你看大人，你看，这不都坦白了吗，大人？我跟你说，大人，我连小时候我偷看隔壁大姐洗澡的事儿，我都坦白了。你说
这些不是我干的，我都坦白了，大人，饶了我吧，大人。大胆，还嘴硬，打！哎，别别别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大人呐，我真的没瞒着大人呐，哎呀，大人，我绝对没瞒着大人，哎呦，继续打！哎呀，哎呀，疼死了！哎呀妈呀，这人都说死了就超脱了，这咋都变成鬼了？话的事儿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等一下，本王问你，陈宇勾结日本人，陷害戚家那么多人，却为的是一幅画，你可知内情？这个，大人，大人，我真是不知道，大人，放屁，荒谬。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参与者，你就会不知道？这件事我只知道这抄戚家的银行，抄完了之后，然后给我小舅子王大发啊。至于其他的什么日本人呐、什么画儿，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人。好你个林大福，竟然为了一己之力，连日本人跟陈宇勾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。给我打！哎呀，别再打了，大人！哎呀！我真的冤枉啊，我确实有罪，但是我只管敛财卖国的事，我是绝对没干过，大人。林大福，你生前身为副市长，知法犯法，罪恶滔天，不过念在你老实坦白的份上，本王只把你打到第十四层地狱。来人呐，黑白无常，将他拖走。是。哎呀，谢谢大人给我减了三层啊，大人，大人，咱们来世再也不见了，大人，谢谢大人呐，大人，大人。你觉得他没有隐瞒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隐瞒。哦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那现在就只能从日本人和陈宇那儿下手了。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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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出手这么狠呢？把堂堂的林副市长挂在城墙上当标本呢？那上面写的什么？这上面写的是林副市长和陈宇的罪状。哦，看起来林副市长私底下捞了不少大洋哦。哎，
各位乡亲父老，我马大帅平生最看不习惯这些欺负百姓的败类。我有也有失察之责，给你们赔个不是啊。但是这个人嘛，罪大恶极，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审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啊。好，英明，接下来，是。大帅，陈宇也涉及此案，您看。陈宇那小子，把他抓过来一起审。是。这。山姆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林副市长救出来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别动。奉马大帅之命，捉拿陈宇归案。马占江？他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呀？少废话，带走。别动。我自己走，我看看他到底有多么喜欢我。三一不是大帅，这是这几个意思呀？这是你们两个恶贯满盈，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现在顺着民意呀，当着那么多的乡亲父老面前毙了你们两个，然后抄家，财产充公。哎，大帅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我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闹啊。我犯什么罪了你就毙了我？你最起码有个证据吧。证据？你还配跟我讲证据？你看到没有啊？这就是证据。杀十个像这样的你，也难以平民愤。杀。好，杀得好。马市长，你也杀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马大帅这下可做大好事了，是吗？怪这些要出来杀掉他，是真厉害。大帅，今天没有阳光，不适宜杀人，把他们两个关起来，择日再枪决。是说杀了呀？是啊，关起来了。这怎么就关起来了？怎么就？这哪能掉了？那是不是掉了？你怎么杀掉？走吧，陈署长。关起来了。林哥，你怎么什么都招啊？连偷看隔壁姐姐洗澡你也招？我已经去了十三楼了。十三楼？十三层。是。林哥，你被他们折磨傻了。你去，你也得招。大帅府还建了个十三层楼。
什么十三层，还十八层，走啊！十八层，十八，地狱啊！山木先生，你不是应该在你的日本商会里面料理你的日本生意吗？怎么会那么有雅致跑到我的大帅府来呀？大帅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要是为他们两个来的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，送客。大帅，我山木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，大帅抓人必然有其中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就是喜欢我吗？他奶奶的！我老马的子弹不长眼，信不信我立马毙了你！大帅，大帅您别生气啊！大帅息怒，陈署长一定是有错在先，要不然也无需大帅亲自出马。还是你这个日本人明白事理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平民愤，就算这个案子我不审，全城的老百姓吐口水都可以把他们两个淹死。的确，人做错了事情总要受到惩罚，但是陈署长和林副市长是我们的朋友，还希望马大帅能够给我们日本人一个面子，让我把他们两个带走。带走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才答应所有的老百姓择日枪决他们，你现在要我把人给放了，那我怎么对全城的老百姓交代啊？大帅言重了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，处死两个人对于马大帅来说，哼，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吗？交给我们日本人就可以了。嘿嘿，得了得了，别糊弄我了。报告，报告大帅，新的前线送来急件。小张，打开。把他们两个压起来，改日再审。是。慢着，大帅。那他们两个呢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他们俩是我老马抓的，跟你们日本人没有关系。晚一点就毙了他们。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杀掉两个人对你来说就如同碾死两只蚂蚁。但我想，现在您最需要的还是朋友的帮助吧。此话怎讲？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北伐大军势如破竹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山东了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，跟你们日本人不相干。哼，实不相瞒，在南京的时候，北伐军已经侵犯到了我们日本人的人身安全，大日本天皇已经下令，为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，不惜动用军队。现在我们天皇的部队已经朝着济南城集结，若是大帅愿意，我们的日本军队可以进城，和大帅同舟敌忾，一同严守济南城，抵御北伐军。哦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还是要同盟喽？同盟还是敌人，那就要看马大帅的了。我们日本人最重情义，对待朋友一定会亲力相助。不过大帅，你说
要是杀了我们的朋友，那您算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？行，那就当作我老马给你们日本人一个面子，不过人可以留下，这个大帅多少钱？越来越明白事理了。哎，不是，他凭什么呀？他妈的，疼死我了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要不是山姆先生早来一步，整不好咱们就得死在马大帅的枪口下。就在山姆不来，咱们也死不了。嗯，马大帅就是为了钱。再者说了，他那个怂。脏还有水，今儿早刚摘的。哎，来了，那不是副市长吗？来了，副市长。大哥，您消消气儿。马占江，燕子侠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。派去监视李三的那两个警察被杀了。什么？被杀了？
德，我现在立刻召集弟兄们，把他抓回来。哼，你说了简单，那燕子侠那么好抓的？那燕子侠如果好抓，我们会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耍得团团转。你是说在耍我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说得对。是。我被燕子侠耍的不亦乐乎。不过，这次也该咱们耍耍他了。咱们一起给他演一出大戏，戏的名字就叫做《真假燕子侠》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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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什么？陈宇和林副市长都被放走了？对呀，啊，我亲眼看见陈宇和林副市长活着从大帅府里走出来。我爹他也……我说马大帅，他也太怂包了吧！陈宇既然被放出来了，那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师傅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我个人觉得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多麻烦！我咔嚓一下，他脖子就掉了。你以为像切西瓜那么简单啊？不许擅自行动。懂懂懂了吗？笑什么？说的就是你。站住！把鞋拿出来，快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强盗！燕子侠。
得，火远点。没天理啊，没王法！燕子侠，你这个爱千刀万剐的混蛋！警察，你快去警局吧，走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抱抱你。王胖，干得好！你看，一天就这么多案子，叶子侠肯定已经坐不住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原来猪也是可以聪明的，逗你呢啊！今天晚上继续，加倍小心。不是，去吧。燕子侠，来耍我呀！来耍我吧！我看看你怎样逃出这一场大戏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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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牛，大牛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不干了，我走，不干了，我退出你们燕子门。大牛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跟他们一伙儿啊？你还小，早点走。别跟着他们一块儿老骂名骂名。大牛，你说什么呢？有话好好说。说什么说啊？有什么好好说的？你就跟他们一块儿装个屁燕子大侠。我不干了，我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大牛，哎，你我不干了。干什么？大牛，都撒手，让他走。走就走，站住！滚！过来呀！哎，我说你这个笨牛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什么错了？有人冒充师傅做出那些下作的事情，故意栽赃师傅，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就你这个笨牛看不出来。真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笨蛋，你才看出来啊！你刚才不还嚷嚷着要退出吗？干脆让李大哥如了你的愿，把你赶出燕子门得了。去！师傅，行了，你们都琢磨那么半天了，说说吧，都有什么想法？师傅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兄弟几个去把那几个冒牌货给你抓回来。我现在就去啊！站住！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这明显是一个圈套。你是想让师傅去送死是吧？我说呀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们李三哥呢，早就有主意了。师傅，什么办啊？我说，拉着你在济南城都跑了快十圈了，怎么还没出来打劫？急什么？我说大小姐，你这是不是故意折腾我？少啰嗦，不许质疑本小姐的兵法。是时候了，你去把他们引出来。